婆婆摔倒住院，两个儿媳伺候。出院后，她一反常态的只对小儿媳好。王大娘膝下有两子，都已经成了家生了娃。老大媳妇比较擅长察言观色，平时对婆婆甜言蜜语，哄得王大娘高高兴兴的。而老二媳妇性格内向一些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是任劳任怨。王大娘跟大儿媳相处的时候比较开心，所以平时对老大家要比老二家好得多，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大儿媳，每次看到二儿媳就板住脸，不想跟她多说一句话。有一天王大娘出去遛弯，不下心摔了一跤，年纪大了身子骨就弱了，这一摔王大娘的腿就骨折了，住进了医院。两个儿子要赚钱养家，只能儿媳每天轮流过来伺候。王大娘原本以为自己平时对待儿媳那么好，她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，可结果却跟她想的完全不同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儿媳还哄住王大娘，可是随着时间变长，大儿媳越来越不耐烦。因为王大娘腿不能动，想如厕的时候只能靠儿媳拿尿捆来接，这时大儿媳的本性就露出来了。每次如厕完，大儿媳都嫌弃半天，甚至有几次为王大娘吃完饭就跑出去好几个小时，等回来的时候王大娘忍不住都尿在了被子上，然后大儿媳把王大娘数落了一顿。后来王大娘想大便的时候都要忍着等到第二天小儿媳来帮忙。经过几个月的时间，王大娘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住小儿媳，虽然小儿媳不会哄自己开心，可是每次看到小儿媳陪护的时候忙里忙外，对自己照顾的更是细致入微，再反观大儿媳对自己是各种不耐烦，甚至经常陪护的时候就溜出去好长时间，王大娘觉得大儿媳的甜言蜜语都是表面功夫，枉费自己以前对他那么好，真是患难见人心啊。王大娘出院以后，大儿媳又一如既往的来哄她，这回王大娘再也不听大儿媳的花言巧语了，而是对小儿媳关心起来。虽然小儿媳不说话，但是王大娘知道她对自己的好都在行动上，她要弥补以前犯下的错。